就住宿舍。你喝这么多酒啊，你到底是不是哪一家人？你是开车的吗？我就跑这。你这个照片拍了。你这个照片拍了。对不对？没买砖塔喽，这是往我们家这砖呢。好是有一个，你要没有这你说不清楚。为啥呢？可是呢，怎么你报警没？我破锅才报警了，有什么解释？这个太阳好了。